今日来做快手菜，又咩又好食又东西，明白个？明超过，看明白个？花甲，只两样物件，拢是这种东西个，即时来开始。好，小帅，超过咱先配配。好，我手骨来做，咱家庭做呢，一般拢是拿来做做拳刀口。即做起来呢，三角六耳，伊受热个接触面呢非常佳，所以即个过色、过入味、口感还好。即个手骨就整整含嫩还好食，做好手骨咱请放盘端的。即个呢用来生抽，啊，放入生抽，生抽来剁碎。OK， 再来剁明香碎。多块生汤呢，才帮忙啊！今日的菜过多地方呢，就是应该稍微多啲，稍微少只放啲盐油，然后把这个豆呢放落只，个豆呢落只，只去炒了出油，按一啲嘅油香味。豆呢炒够嘅油呢，出差唔多生汤落，菜生汤嘅香味炒了出，然后呢超过直接帮我炒。用这个辣香味来擦掉一个超过的臭青味，去吃到又辣，把这个臭超过吃起来呢，又清又爽，又爽又香，放点水落去，两个落冬菜，超过个冬菜非常合味，再来炒一下，炒到咩色呢？炒到这个超过差不多的色，调味料整落，可以落醋汤，落醋汤整了之后，因为咱买唔记得，我加整哦。配料叫做咩嘅？叫做花甲。伊内底嘅花甲水呢，是又咸又甜，啊，非常鲜。花甲水我前两杯来，哇哇就放落去，唔系放到去死嘅，死嘅吸落去应该袂开嘅。超过差不多色嘅时候，把啲花甲倒落去，佢开开开着，上蒸，噔噔噔噔，就是叫咩？最后呢，金不黄万唔记得，开落去30秒左右，滴，时间够，哇！王母的传说中两个字叫做青点，外地朋友唔知上山咩叫青点，你问下只去吃就知咩叫做青点。东西偏正又好食，今日奉献给大家呾个就是只秋瓜花甲煲，喂，来来吃下汤，麦地得相当快乐。